表白，他太幸福了。嗯，这张生得找个口才好的媒人，要不然他过不了崔夫人这关了。我让你看的是这个吗？不是吗？不是你让我来看这个戏，找一找做媒人的经验吗？嗯，你可真行啊！回家。哎，小雅。 喂，你别走那么快嘛！这花好漂亮啊！最近的情侣越来越多了，我就想着呀，卖这种适合表白用的花，有白首不离，永结同心的寓意。就剩这最后一束了，你要的话就给2文钱吧。啊，那这个我也不能自己。 给自己买呀！钱是吧？我有。但是我这钱是留着给你买灵芝的蜜饯的。哎，生气了？我没有。你明明就生气了。我没有。你怎么又生气了？ 我为什么生气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嗯，我当然清楚了。岳阳城的姻缘让我给搞乱了，我这不是正努力的修吗？嗯，哼。哎，你还吃不吃了？吃饱了。莫名其妙。 Thank you.